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啊。对于绝大多数的歌手来说，他们也只能在录音棚唱一唱歌曲，离开百万调音师，估计他们什么也不是。清唱最能考验一个歌手的实力，没有混音，没有伴奏，这才是真正的唱功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整理几个乐坛实力歌手，清唱一样秒杀一大批歌手。享有乐坛铁肺之称的邓紫棋，我不止一次的在节目里夸过她的唱功，不愧是行走的 CD 机，清唱自带混响，让你感觉伴奏都是多余的。看来这百万调音师又要下岗了。不要对我说再见，你只再见就接受这一切，能否不要说再见，你的再见说的那么明确，怎么我邓紫棋戴假发直播被网友质疑不是本人，只好清唱泡沫自证，这一开口胃太正了。我看到有人用激将法，他说如果我不唱泡沫就证明不了我是邓紫棋，但是激将法对我来说真的很有用。全都是泡沫，这一下的花火，你所有承诺全部都太脆弱，爱半是泡沫，怪我没有看破才如此难过。是你的花会开，离开的你会回来，黑夜再漫长，眼泪再流淌，紧握你的双手却不放。缘分让我们相遇了是意外，命运却要我们为恩重相爱，也许未来要远在光年之外，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。千万别让林俊杰清唱，我怕你会一秒爱上他。这自带混响稳如 CD 的声音真是太强大了。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。荧光棒。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，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原谅，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，别讲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无论在旧还是牢记，无论在远还是关心，凡是爱过就都烙印在记忆，用失眠去反省，爱凝结成泪的轨迹，不能为难自己，想起遗憾起手心的蔷薇，自伤而不自觉，你值得被疼爱，你懂我的期待，绚烂后枯萎，经过几个月却有你在。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，
该体谅的不知足。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么多如果，可能如果我，可惜没如果，没有你和我。周深一直被大家誉为宝藏歌手，因为空灵的歌声被大家所熟知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享有人间百灵鸟的美誉。清唱对于周深来说更是家常便饭，无论戏曲还是流行还是外语歌曲，都是信手拈来啊。怕你飞远去，怕你离我而去，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。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被鬼迷心窍了，敷衍了太多，你怎么不难过？要你亲口说，别只剩沉默。陛下，我叫达拉崩巴班德贝利布多比鲁翁，再说一次，达拉崩巴班德贝利布多比鲁翁啊，是不是达拉崩巴班德贝利布多比鲁翁啊？对对，达拉崩巴班德贝利。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，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。漫天的雪无情，谁来陪这一生的风景？海豚音公主张靓颖作为一个选秀出身的女歌手，张靓颖毫无疑问是一个实力唱将，无论是高音还是抒情完全不在话下。这不在打游戏的时候，张靓颖清唱《画心》开口就沦陷，我估计队友只顾听歌都挂机了吧。今生因你痴狂，此爱天上无双。如果这不是结局，如果我还，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，如果我成全了你，如果我能祝福你，那不是我感情，是我证明。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，也沉溺于曲中梦话，不得真假，不做真假，不惧笑话。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，也曾指尖弹出盛夏，心之所动，且就随缘去吧。逆着光行走，任风吹雨打，循着光照的方向把你遗忘，回忆这就成我倔强的模样。爱的思念绵延不绝，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。爱如果走得够远，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。认陈奕迅，永远不要质疑陈奕迅的唱功，除非他不想认真唱。演唱会上陈奕迅现场清唱浮夸，这唱功一点不亚于录音棚啊。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吧，让我们下期见。吴夏和郁可唯清唱《知否》简直就是天籁，瞬间拉起了我们对电视剧的回忆。多烟雨疏风愁，浓睡不消残酒，试问眷恋人却都海棠依旧。知否，
是否应是绿肥红瘦？爱过的人，我已不再拥有。许多故事，有伤心的理由。张学友不愧为歌神，用最烂的麦清唱出了最完美的 CD 音质。他来实力派，根本不需要花里胡哨的东西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。新生代主力歌手的谢琳娜依高现场清唱春晚神曲，一开口太绝啦。我希望你被爱着，我希望你能快乐，我希望我的双手可以为你挡着风。我知道爱会挣扎，我知道人超女现场王者张靓颖现场清唱起风了，这颜值和声音都扛打呀。真没想到下一秒也是汪苏泷写的，张碧晨、汪苏泷两人天作之合现场清唱了这首歌，虽然只唱了几句，但是依旧将我们拉回青春的美好记忆中。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，最好在下一秒。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，最好在下一秒。容祖儿不愧为天后级的歌手，现场清唱的就这大雨全都落下太短了，不够听啊。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，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，都结束吧，说心里话，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？我妈妈周深四种声线清唱雪落下的声音，这彪悍的唱功还有谁？还有谁呀？除了以上几位，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清唱好听的歌手吧，让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羽ばたいたら戻らないとして、目指したのは青い青いあの空。爱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意。段奥娟真正的被天使吻过的嗓音，在短视频平台几乎每一个视频都是清唱。她的演唱没有太多的技巧，每次听她唱歌，你不会觉得她是在唱，而是从她自己内心深处发出来，这也许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吧。原来是我最想留住的心意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全部。